离开了湖景头，下午天气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冷，五到零耶，提高温度的零耶，东部海滩还是过去了，没关系，反正顺着这样拍。这边叫滨海大道 ，OK， 滨海大道，车车道，老板老板，那你双口搞啊？双口搞，你要帮你都绑好啊？就这间，我看唔知会有得无，我记上次刚刚讲有诶，但今日唔知有你买无？你买，等下来买食食看卖。高粱香肠呢？香肠有啊，无你袂晓得啊，有啊。冰棒冰淇淋都在停这边呢、啊。这边可以停啊。今天游客很少啊。停这边吗？没错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上次也是停这个位置。哎呀哎呀哎呀。嗯，对。啊、已经到底了，我就 不太停了。嗯，已经到底了。我们去看。走，厕所在那边呢。手工香肠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帮他这个擦一下。什么机？这边就是那个国境之蓝。OK， 我们把这个擦一下。翻玻璃，有杂质哎，有脏污嘞。啊？啊，真的是有脏污了。那比如刚才拍的觉得不怎么样，已经弄点水了。厕所在这边，然后去看看那个欧呆怎样。嗯，目前在小金门没有吃到好吃的，对，跟大金门比差很多，又小颗又贵。你看吃到它那个怎样啊？目前比较厉害的还是那一家。老屋子啦，又大颗又那个，可是最近又涨了5块，变10块。那我等一下看它好不好吃啊，有没有料？现在基本上哦，对，都要。现在基本上香肠都那个哦，对，都要卖40到45。一下子从夏天变成冬天，差好多，差很多。这边我来过很多次了。来拍个照啊！今天的天气就不怎么样了，哦，就恢复跟以前的那个一样。可是这边以前是个据点，这边以前就是据点。Okay. 平常一堆人的啦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去看看这间店在卖什么。藕堆，炸藕堆。能吃的东西真的没有很多，能吃的东西真的没有多了。那等一下再记录啦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见。